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跟我学习中文，看电视剧学中文。让我们跟着一些电视剧的片段，学习日常生活中的中文表达。今天这个片段是来自电视剧《在暴雪时分》。这个电视剧是最近比较受欢迎的一部情感都市剧，我们开始吧。没有，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应该就是这儿了，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地铁了。今天全城暴雪，公共交通都停了，要去酒店赶紧打车，再晚车都打不到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好的，现在我来解释视频里的词语和句子。第一个，你认错人了。你You 认，中文是认识的意思，英语意思是 know。 错，英语意思是 wrong。 人，英语意思是 person。 认错人了，英语意思是 got the wrong person。 好，我再读一遍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快速的读一遍，你认错人了。第二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英语意思是 sorry。 It's modal particle. This word can make your tone polite. 好，我再读一遍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快速的读一遍，不好意思啊。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第三，应该就是这儿了，应该 should 就没有具体的意思，表示强调。是这儿，是这儿。Be here. The modal particle. 好，我再读一遍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我快速的说一遍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第四，赶紧进去吧，赶紧
赶紧。Hurry up. 进去。进去。Go in. 吧。吧。Module particle. 。Generally, it be used when advising others on what to do. 好，我再读一遍。赶紧进去吧。我快速地说一遍。赶紧进去吧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赶紧走啊，走啊。第五。走了走了，坐地铁了，快点。走了走了 ，Let's go。这里说了两次走了，走了走了，有催促的意思。坐，坐。字面意思是 sit。地铁，地铁 ，the subway。坐地铁，坐地铁 ，take the subway。了了 ，module particle， 在这个句子里有催促的意思。快点，快点 ，hurry up， 快，字面意思是 quick， fast。点，字面意思是 a little。好，我再读一遍。走了，走了，坐地铁了，快点。我快速地说一遍。走了，走了，坐地铁了，快点。赶紧走了，走了，坐地铁了。第六，坐两站就可以到酒店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坐，坐，字面意思是 sit。两站，两站。Two stops. 就就没有具体的意思，表示强调。可以，可以。Can. 到到，字面意思是 arrive。酒店，酒店 ，hotel。快走，快走 ，go quickly。快，英语意思是 quickly。走。英语意思是 go, walk. 好，我再读一遍。坐两站就可以到酒店了。快走，快走。
我快速地说一遍。坐两站就可以到酒店了，快走快走。坐两站就可以到酒店了，快走快走。第七，地铁停运了。地铁，地铁 ，the subway， 停，停，字面意思是 stop， 运，运，中文词语是运营或者运行，英语意思是Operation. The motor particle. And here it indicates that the action has ended. 停运了，停运了，英语意思是 out of service.好，我再读一遍。地铁停运了。快速地说一遍。地铁停运了。第八，今天全城暴雪，公共交通都停了。今天今天 today 全全 the whole 城城 city 全城，英语意思 the whole city。暴暴 heavy or storm 雪雪 slow 公共交通公共交通 public transportation 都 or 停字面意思是 stop 了 modal particle。At this sentence, it indicates that the action has ended. 好，我再读一遍。今天全城暴雪，公共交通都停了。快速地说一遍。今天全城暴雪，公共交通都停了。公共交通都停了。第九，要去酒店，赶紧打车，再晚车都打不到。要 want 去。去 go 酒店 hotel 赶紧 hurry up
打车，打车 ，take a taxi。在，在，字面意思是 again。玩，玩 ，late。车都打不到，车都打不到。英语意思是 won't be able to get a taxi。这个句子是一个强调句，把宾语放在前面。The object is 车。好，我再读一遍这个句子。要去酒店，赶紧打车。再晚，车都打不到。我快速地说一遍。要去酒店，赶紧打车。再晚，车都打不到。第十，谢谢，谢谢啊。谢谢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啊 ，modal particle。This word can make your tone polite。谢谢啊 ，So in English, it means 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。我快速地说一遍，谢谢，谢谢啊！要去酒店赶紧打车，再晚车都打不到。谢谢，谢谢啊！今天的课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